备好参加我们的 party 了吗？手手脚脚动一动， party 马上开始。好无聊哦，怪兽，打败你，打败你！耶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好简单哦，真没意思。哎，纸飞机耶！造飞机，造飞机，来到青岛的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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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哎呦，好无聊哦！哎，悠悠们，我和酷比来找你玩咯。悠悠们，你说这本故事书给我们听吧。哎呦，这个故事我说了好几次嘞。悠悠们，这不是你最喜欢的故事书吗？哎呦，那是我以前喜欢的啦，我现在看腻了。没关系。那我们来玩纸飞机。哎，又是纸飞机，我都玩腻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要请爸爸妈妈给我买新玩具。耶！酷比，这些玩具悠悠曼又玩腻了耶。真糟糕，悠悠曼老是喜新厌旧。这次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改掉这个坏习惯。酷比，这样好吗？菲菲，我们一定啊要让悠悠曼知道喜新厌旧是不对的，不然啊以后他也会觉得我们无聊，不理我们了。悠悠们，超人拳十字光，耶！他来了。超人来到星球的时候啊，发现了一股。Hello， 你们在干嘛？他发现有一股邪恶的力量，可是他一点也不怕。这个故事我最熟了，我来讲给你们听。悠悠们，你说的故事我都听腻了，我想听酷比说。啊，听腻了，菲菲他们听腻了我说的故事。不会的，当他进去城堡的时候，他发现呢。酷比，菲菲，我们来玩纸飞机好不好？拜托，悠悠们，我在说故事，哎，你都一直打断我们。悠悠们，你自己玩了，老是跟你玩纸飞机，好无聊哦。啊，什么？跟我玩很无聊？纸飞机、故事书，没想到在酷比跟菲菲不理我的时候，只有你们陪着我，还是你们对我最好。悠悠们，现在你知道故事书跟纸飞机被你抛弃有多可怜了吧？我知道了，而且我也知道，如果你们不理我，我会很难过。嘿嘿嘿，我们才不会不理你嘞！你知道吗？酷比说故事好难听哦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水鸟一起来，
是大肥猫，你是小花猫，我们一起喵喵喵喵喵。顽皮的猫喜欢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四脚弹钢琴，呼打翻小花瓶，穿过只会喵喵喵喵喵。我最爱吃喵喵，我爱睡觉。美丽波斯猫，神奇暹罗猫，喜欢睡鸟，喵喵喵喵喵。乖乖的猫，总是喵喵喵喵喵喵喵。超级爱耍宝，爱玩躲猫猫，神经兮兮，喵喵喵喵喵。我最爱家。今天的我有话要说是叶仲杰的作品。嗯，
仲杰画了一个红色的大龙炮，旁边还有舞龙舞狮，那我猜应该就是庙会。庙会好热闹哦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。而且仲杰画的庙会很特别哦，他画了一个好大好大的舞龙舞狮，后面多了好多好多的人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因为大龙炮的威力很大，所以小朋友要躲好，这样才不会被炸到啦。哇，而且仲杰呢，他还把大龙炮调皮好笑的表情给画下来了，在这边有一个笑脸，而且还笑到哭了，好有创意哦。真的耶，好好笑哦。仲杰，我想你小的时候跟星星哥哥小时候应该是一样调皮，那我们赶快再来看看下一张画吧。这是心柔带来的画作，调皮的星星哥哥，你猜他画的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是有两个恐龙好朋友在大草原上面比赛跑步，快到终点了，所以呢，粉红色的恐龙就是裁判。滴滴 ，no no no， 心柔其实在画的呢是三只恐龙在战斗啦，在战斗哦。心柔把恐龙画得太可爱了啦，我以为他们是好朋友哎。那我再来考考你哦，旁边咖啡色的生物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吗？他们一定是加油团，可是他们长得不像是恐龙哎，它是什么啊？星星哥哥，告诉你，是一种在地球上面活得超久的生物。叮，蟑螂！蟑螂，有蟑螂，我最怕蟑螂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！我怎么不知道星星哥哥这么怕蟑螂啊？他画得很可爱耶。红包是小番茄，飘呀飘，长裙长。
球堂，唱情歌，呱呱呱，王子公主从此有了快乐幸福的家。鸭子妈妈敲边墙，恰恰鸭子爸爸敲边窗，恰恰枪声都叫爱敲家家，恰恰生了一群宝宝鸭，黄毛小鸭跟着妈，东张西望呀呀呀，小翅膀打水花，两只脚丫快呱呱呱，快起来很可怕。喜欢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内容吗？别忘了准时收看《悠悠点点名》哦。